义大神拳林义泉十八号以744场出赛，创下了最少场次完成千安里程碑，不但是中职纪录，甚至还一举打破韩国跟日本职棒纪录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最速千安纪录创造者。不过大家知道谁是中华职棒出赛最频繁的男人吗？答案就是林义泉的队友投手林义豪，而且他还有一套自创的训练方式。怎么调整啊？抱小孩调整啊？练小肌肉啊？不抱他会哭啊。啊，抱起来就顺便练小肌肉嘛，对啊，这比较有用吧。那每天重量都增重了，对啊，每天的酸度都不同。林义豪两年累计100场出赛，103局投球数占据联盟第一，应该也是第一位靠抱小孩练肌肉的男人吧。而且本季目前41场出赛更是全联盟之冠，让他获得天天皮绰号。不过同样是中继的林振峰跟他只有5场差距，也成为老平目前最大的假想敌。他局数好像比我多吧？对，只是不会啊，要抄就抄啊，没差。对啊，那良性的竞争嘛，那互相激励啊，对啊，那有时候就是说笑嘛。那我知道他对我们球队贡献很大，然后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牛棚战力啊。那我也是希望我就是学长嘛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起那个带头作用，多多帮他分担这样子。团队内良性竞争的确能激起选手战斗力，尽管目前5.35的防御率比起去年的3.05明显有落差，但林义豪保持乐观态度，希望能帮助球队做出更多贡献。华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